就叫爸爸。爸爸，这叫爸爸。这都是颜值很高的阿姨们来澳门的腿儿，估计吧。现在我准备去逛逛街，然后去那个苹果店给我老公买块手表，作为他的生日礼物。表姐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威尼斯人的购物中心，周围全都是奢侈品环绕，哈哈哈哈。澳门这一点特别好，就是所有的商场全在这种通道里，不用出去。今天正好外面下雨了，然后我们就不用淋到雨了。看这边都是这种通道，一个商场跟一个商场都是连接起来的。别人家小孩都叫妈妈，我们家小孩天天爸爸爸爸爸爸。哇，我惊了，6个橘子98，果然是澳门。我女儿要吃这香蕉多少钱？好，前面就是这个苹果店了，我们准备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个酒店真的方便，什么都有。看一下手表，老一点，对对对，就是没有那么平，没有那么大，然后颜色没那么多。然后戴下试试。上海卖多少钱？这个一样的，都是2400的。舒服吗？蛮舒服。你要哪个表带呀？你觉得这个镂空的好看，还是这个灰色的？这个会透气一点吧？对啊，对啊。这个呢？这个怕热吧？这个还挺多。S1的大表盘的耐克版本，好，喜欢吗？很喜欢，很喜欢。好，谢谢老婆。好，优惠完2018。哇，这人好高啊，嘟嘟，啊，太可爱了，啊，嗨，哇，握握手，握握手，嘟嘟招招手，跟人招招手呀，害怕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Thank you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好饿，今天中午还没吃饭呢。这是我的晚饭，我老公点了海南鸡饭，我点的是鸡排。哎，我去，害怕了，害怕了，害怕了。哎呀！